日系家电领导品牌为打造最有温度的居家生活空间，透过日本同步技术推出各式结合了智慧、健康、便利的家电新品，像是最新冷冻科技的电冰箱，有效保留食材的鲜度跟营养。而看准台湾气候的潮湿，新型的除湿机不止高效除湿，更节电，还能净化空气。打开除湿机，原本潮湿的居家空间瞬间干爽起来，不止变频能省电，本身还能清净空气，有效过滤空气中的 PM2.5。就是这多层净效滤网，不但能去除各种异味，清净机本身还能显示环境中的甲醛浓度，随时监控空气品质。家是每个人最熟悉、最放松的地方，整合全新家电和建筑商品，把大家对居住空间的美好憧憬，用实际的生活空间进行提案。日系知名家电品牌为了打造更有温度的生活空间，娱乐视听不可或缺的电视采用 MLA 微透镜阵列显示科技，让亮度大大提升。至于厨房空间也不马虎，全新咖啡机有彩色触控荧幕，12种特调咖啡任你选择，让家里摇身变成咖啡馆。至于电冰箱，采用跟日本同步最新冷冻科技，让食材保存更加到位。全新异霜鲜冻，可有效防止温差产生的结霜，透过新鲜急冻结负3度C微冻结功能，完美保留食材新鲜。而作为室内外交界的第一个玄关处，业者更特别打造搭载除臭抑菌产生器的鞋柜，作为健康第一道防护。走进客厅，吸顶灯还能透过多样化的调光调色，在不同环境之下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日系知名家电品牌持续研发智慧健康家电，就是为了环境永续，从家中各个不同空间着手，打造属于每个家的美好温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